No. 11。跌到咁嘅大佬。好，呢一刻我要用龙色啦。咁呢个咧，其实系龙胆物语一个几得意嘅一个机制嚟嘅，就系龙人即系、GM 咧都玩得嘅嘢嚟嘅。咁其实咧，经过我哋今次我哋系第三次出团啦，所以咧我哋嘅龙人咧其实已经去到 level 1噶啦。level 1嘅龙人咧就会可以咧装备一个龙色，龙色咧就系一个你当一个技能啦，就可以咧随时使用咧去帮助旅行者嘅。因为只要旅行者获得一啲经验啦，同埋佢一个旅程咧，都会系化成一个食粮俾龙人嘅。所以我龙人咧，其实都系靠住大家咧去生活嘅。如果唔系，佢会饿死嘅。所以呢一刻咧，你会感受到呢个龙色咧，我会发动呢个叫做，大家知唔知道我其实系黑龙人嚟嘅？唔知喎，应该系因为龙人。龙人其实是分了很多种的，有些是蓝龙人，有些是红龙人，他们的分别就在于大家的性格和想追随的故事都不同。绿色的龙人会是比较一些长途的旅行、冒险、探索、自由、希望、这些探险他会有兴趣多一点。蓝色的龙人就是一些 人情、恋爱、青春的东西，他会喜欢追这些故事的。红龙咧就系中意啲争执啊、打斗啊、英雄嘢嘅，而黑龙咧就系啲阴谋啊、推理啊、悬疑啊、解谜啊呢啲咁嘅古仔会吸引到佢嘅。而你感受到今次嘅龙色咧系叫做引导故事啊，就系、是、所有嘅角色啦，除咗阿奇，你嘅状态值会加一嘅。Oh yeah！ 除咗阿奇，系冇错。我被人排擠因為你狀態已經夠高是嗎？ Oh my god， 我不知道。 OK， 加一有七啦，你有四啦。好，跟住呢你們感覺到有些東西好像支持你們，你們感覺到突然間你的人呢定了之後呢，所有狀態值小過六的都會中招。加完之后燕诺表示，Historia 你我冇事啦，你冇事啊，终于，我真系唔到啊，我真系帮你唔到，你今晚会因为太惊，你今晚会失眠，黑眼圈，黑眼圈，黑眼圈，今日嘅状态都之后咧，冇啦。你就感觉到你今晚系诶，听你讲住佢讲咗一两个古仔，你觉得搞唔掂啦，你叫佢收声，唔好再听，唔好再讲。朋友，来了哟，又来了。话说今我冇咁惊，我而家先发现咧。我头先好惊，但系我今晚会失眠，我今晚会流汗，我今晚先流汗。我哋啱先发现，成间屋好似未揾到有厕所。好似人住啊！一间，我都觉得唔系人住啦，已经。咁但系入边有冇一本书入边有冇啲特别重要嘅资讯？我哋好知道。佢都系好几个古仔喺度啦。哦，鬼故。系咪仲有两本书系摆咗喺隔篱未掀开噶嘛？嗰两本书我唔系拎嚟睇。系啊，你拎起嘅时候咧，系一啲你唔识嘅语文嚟嘅。啊。哇，是我啲唔識嘅。Historia， 你識唔識啊 ？Historia， 睇下。冇聽過。我都好唔係太識喎。係你都唔識嘅 Historia， 你唔識呢個妖精話噶嘛？唔識咯。咁就唔識啦。唔識喎。冇人識。話説間房個箱喺邊啊？我哋啱入嚟唔係睇箱嘅咩？啊，係喎。在哪裡？你找箱子在哪裡？忘記了，看看先。是不是右手邊？是的，右手邊。你看不到箱子在那裡？看到了！天台！等一會，然後我拿著火把照亮整間房，找箱子在哪裡？你看不到。
死啦！唔通我哋头先听到嘅声真系啲箱自己喐紧嘅声？咁我哋开咗嗰几个咧，佢哋都喐过嚟噶嘛？因为佢哋个纹都唔同咗。我知啊，但系我哋开咗嘅箱会唔会都周围走？吓、啊！我哋去望。你哋去望边个？仲有一个我哋未开过，就系嗰宝箱啊！俾我箱。宝箱。我們去望埋寶箱先，我們去望埋寶箱先啦，係。當你行去中庭，經過即係嗰個大嘅大理石嘅時候咧，你就聽到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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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咩聲嚟㗎？好似越嚟越近，係咪我錯過？佢哋開趴啩？唔知。你想開 party？ 想開 party？Box party， 唔好嘅啦。你哋而家会做乜嘢？我就快啲去。我哋要行去宝箱嗰间房，三间宝箱啊。三个宝箱嗰。三个宝箱，三间宝箱。三间宝箱。三个宝箱嗰、那个，咁你行到入去嘅时候，发现咧，嗰个箱唔见咗。最右手边个宝箱，成个宝箱唔见咗。成个宝箱唔见。成个箱木箱唔见咗。宝箱入边嗰个木箱，冇错，即系宝箱喺度嘅，木箱唔见咗。就系佢个木箱点出嚟噶？吓，唔系钉咗喺床咩？符合逻辑喎。个落吓吓，点算啊？个口得咁细，佢个箱点出嚟啊？我即系如果佢哋喐嘅话，即系佢哋会调换位置啊，定系点咧？但系佢依家系直情消失咗喎。我邊度可以揾翻啲箱啊？熊仔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我熊仔喎，嚇我點算啊？我攬住個熊，跟住佢快啲先。我哋睇下我哋開過嗰啲箱。即係熊仔。哦，佢識講嘢喎。嚇？係咪個身入面有啲乜嘢啊？你練一練佢。練啊！ Black， 你見到嗰只曱甴出咗嚟。啊！Oh no！ 都话仲喺度噶啦，我抌走佢。死啦！咁我哋嚟紧要点样？我哋嚟紧要点样行动好啊？吓你抌咗啫，你抌咗只，你抌咗只熊仔落地下啦。唔系，我抌咗曱甴落地下，唔系抌咗熊仔。你可以踩死佢啊！你可唔可以踩死佢先啊？佢死咗啦！好啦好啦 ，OK 啦，我哋去睇下我哋开咗嘅箱先，不如。系咯，我哋就去望下啲。又睇到开咗个窗，好。你系边个啊？中庭嘅左手边楼梯，中庭上去二楼，然之后左手边楼梯。哦，即系浸湿嗰间。系。个木箱唔见咗。灭晒咗啲木箱。佢嘅，好恐怖啊！呢度。点算啊？谂唔到之后嘅之后嗰步点行？你嚟依间屋，而家冇嘢可以做，我就去翻嗰个正嗰、那个点啊？嗰、那个死胡同右边啦，咪死胡同嘅。系喎、哦，嗯，继续上去啊嘛，右边楼梯直接上去。右边楼梯嘅三楼、哦，有个死胡同，嗰度有啲咩咧？你哋而家决定行过去？系。咁当你行过去，又系去到中庭嘅时候咧，你发现到咧个中庭里边有三个箱，佢打横排晒，我就去啦。佢哋打横排晒喺晒中庭嗰度。咁咧，佢哋咧，你而家你望过去啦，最左手边嗰个咧系横纹嚟嘅，中间嗰个咧系斜纹嚟嘅，最后嗰个咧系交叉纹嚟嘅。即是那个中环交错那个。哦。哇，他们整家人在我等着我们了。我乱噏的，我说箱开趴，他真的都开趴。开趴！我走过去。我们下去开了一些箱先，是。跳舞。我过去望着你们先。你们。龙胆物语会逢礼拜三夜晚六点钟准时播放。这个系列我哋用爱去做出嚟嘅，而我哋都好需要大家嘅支持。如果大家真系中意嘅话，记得 like 呢个 video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。